充分表明我国汽车产业大国的地位越来越稳固，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向电动化、智能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也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可，这加速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进程。中国汽车在2023年的出口最终定格在了491万辆，有望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。中国汽车出口15年来走出了这样一条曲线，我们看到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：2012年，中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大关，而2021年以来的3年，则完成了从年出口100万辆到近500万辆的跨越。这3年，一路疾驰的中国汽车去了哪里？我们对这3年的中国汽车出口数据进行梳理，寻找增长最快的地方，发现在2021年增速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里，出现了这样几个名字：德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日本。像日本的出口更是同比增长近9倍。这些国家都是汽车制造领域的传统工业强国，但在2021年，他们开始加速引进中国制造的汽车。而当我们把2022年的出口数据跟世界银行划分的收入水平分类比对时，看到当年出口增速最快的前3个都属于高收入国家。这一年，中国出口汽车的近一半都去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。来到2023年，当我们把增速超过2倍的国家和地区标注在地图上，发现有近40%分布在欧洲，其中俄罗斯同比增长了5倍，欧洲也第一次超越亚洲，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的最大市场。我国汽车出口数量从第一辆达到年出口100万辆，我们用了55年时间。2021年突破200万辆，2023年实现491万辆，接近500万辆。我国汽车出口2年迈步3个台阶。